好喝好礼好藏，本节目由白茶新高度龙和牡丹王赞助播出。跟着我上闷洞里面吐出来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专子的思想告诉你，追求的是失败也是可以的，重要的是你乐不乐，不在于你是不是成功。科学200年来都在追求确定性，那这次疫情就是不确定重新回来。全世界都发现我们依然生活在不确定之中。那写诗在这个时代是个穷途末路，那你早死了。但为什么我写了40年？我有存在感。我决定我的作息时间，但我想成为那只在晨光中起飞的乌鸦。哎，没想到建设会冷成这样，我觉得从来没在这样冷的地方了。等于坚老师，我们很熟悉的朋友了，可是我觉得怎么有一点激动呢？啊，好像等待一个陌生人一样的那种感觉。我跟他30年的朋友关系了。啊，于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，他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，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。如果他觉得这个人不好玩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。哎，看见他。喂，你吃点，吃够了，吃够了，早点吃过了，吃够了。你们两个见面不自然呢，是吧？主要是他不自然，我还挺自然的，我很自然。你写减税机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？我来减税不是写的，写这本书才的。我30多年前我就来了。建水这个地方，它只召唤你文化的人。如果是你是一个文盲，你只是财大气粗、腰缠万贯，那么你不会觉得这个地方好玩，因为这里又没有什么王府井百货，是吧？又没有春天百货，就是一些旧房子。因为建水。它不是让你到一个新的空间里面，是让你回到时间当中去，而且你的这个时间还是向后的。这不是一个未来主义的城市，而是一个过去的城市。跟着我从门洞里面出去。哎，老马，哎，老马，你练得太好了吗？你练得太好了吗？哎呀，你吃早点了？吃了。你拿的哪东西？我弄了个方案给你们给瞧瞧。这是我的朋友老马，牛马的马。我们认识了20年了，我第一次认识他。他就送了我一个年代的火葬罐，那是让死去的人保存灵魂的地方。那个罐，你是故意在这边跟我们抢？那个不是，主要是上你们的当。你们不是要从文庙方向走吗？怎么突然一个阴谋就过来了？我们先，我中了你们的埋伏。这个埋伏中的好，中的好。那么明天请我们吃个饭吧。一言为定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把智慧下啊，一下官运，二下财运，三下桃花运。为什么一到春节，一到五一节、国庆节，就倾城而出，要跑到这个落后的地方来？
又跑去穷乡僻壤。今天不是已经抵达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的彼岸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为什么？空虚。因为中国人在那种疯狂的对有的那种追求里面，忽然发现他们失去了更重要的，就是无。一只手只能拿一个苹果，你一定要拿五个苹果，你就一个苹果都没有。今天中国就是每个人都想占有的更多，越来越多，我的手上要拿五个苹果、十个苹果，结果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的空虚。他们来这里，他们忽然发现苹果在这里。这句说得好吧，录下来，这句要剪下来。给我们上电视了，电视台吗？天天都讲这个，哎，太好看了。哦，那些遛鸟的，这个地方是他们玩的地方。天晴的话，那人简直是，还有各种跳舞的、睡觉的。这种就是建水人的日常生活。在云南，像这样的城楼和城门还多不多？现在可能还有个五六座吧，但这一座是最断裂。以前的建水这些地方都是小街，没有那么宽的大路，是吧？诸葛亮说的嘛，云南这个地方是不毛之地嘛。杨生安接到皇帝的诏书，立去云南，杨生安都哭起来了。然后他一路经过各种高山峡谷，渡过河流，来到云南，他眼泪流下来了。他看见什么？来到昆明，这是一个天堂，周围全是荷塘，这是一个被荷花环绕的古城。建水虽然有很多建筑改变了，但是呢，人的生活的速度和古代杨生安那个时代的速度差不多。你看现在的人都是像你们这种背个包，是吧？你们是这么走的。你看建水里面的人像一个古老的座钟一样的。你看老马像那个秋天微风中的落叶，没有什么东西在推理，告诉你高铁要晚点了，是吧？开会时间到了，没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和古代的那种生活在时间上，他的表差不多，可能就快了几分钟嘛。敲一下钟嘛。你听一听建水的时间是可以听的，再听一遍建水时间。缓缓地落到大地上，宛如田野，就像春天的雨一样。就在这种钟声之中，生命走向永恒。这个时代大家非常赞美这个高铁电梯摩天大楼，是吧？是的，那些东西非常实用，非常的快捷，但是大家的福利完全不美啊。建水这种地方你看着很破旧很落后，但是这是个很美的城市，
这是一个手工的城市，它的所有的石头木料都是匠人搞出来的，这是一个作品。以中国那些失去了历史的新城比起来，建水这个城看上去比较落后，充满沧桑感。大地是落后的，落日是落后的，故乡是落后的，落后意味着对时间的迷恋，对经验的自信。建水的落后并不盲目，这是对此在的确认。建水知道他要如何在，如何好在，如何作为建水而不是他者而在。你们好好跟着，这路上很漂亮的，路上有景。水景在建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。这一代人都还是相信这个水，叫他们自己来打。你看刚才他爹的这个水比自来水管的水要甜。拿过来，把这个桶打。不冰啊，温啥就是哦，对对，跟这个外面的气怎么能你天气，它竟然不冰，这就洗衣服，喝一喝。他让他们活下去。旁边这家豆腐坊就是用这个水做的豆腐。建水吃的烧豆腐，走的西门底下吃的烤豆腐，老嘴老，莫嘴老，心态还是好像也老也穷也好穿。全放后面。为什么我喜欢建水？就它不是一个建筑的空壳，不是一个伪的那种民俗博物馆，嗯，就是只是有些老房子在那里，是吧？嗯，没有原住民。这里人他还住在这里，就是那种生活世界没有被摧毁。如果这里人都全部搬走，那么这个建水就不存在了。这是清代的建筑，是本来是姓黄的一家人的。黄姐。黄姐。好像中国的古民居里头，竹子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啊。不可积无竹嘛。现代的这种房子，每家的门都是一样的，一个防盗门是吧？上面有个号码，跟监狱一样的。这种建筑。你进门有一种意识感，一个一个地方缓缓地进来，你就脱离了你作为一个野兽的这种野蛮，你进来你成了一个文人，是吧？一个有教养的、文明的、追求善的那种人。这个有多少重院子？我看一进、两进、三进、四进。这个缸是建水最美的缸。哦，
我当年为什么发现这个地方，它已经是一片废墟嘛。我从门缝里面看见这个缸，如果一个院子里面它有这个缸，那么这个院子必然是非同凡响。你看这里，这是庄子的一句话嘛。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啊，惠子曰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辛亥年，1911年，那时候北方在革命，辛亥革命嘛，云南在刻庄子，这表明这个主人非常有境界。哎，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性的生活，是吧？不是一种，能够挣点钱就很快乐的那种生活。他要在涧水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，像一条鱼一样的快乐的自由的活着。庄子的思想是告诉你，追求的是失败也是可以的。他和现代教育完全是相反的。现在的教育是受西方影响，变成一种奥林匹克式的教育，只有胜利才是值得追求的。这些小孩都被他们搞得累得相当疲惫啊，每天都非常累。就看着你看，他又胜了一招，他又胜了一招，我是不是落后了？我要被抛弃了。最重要的是你乐不乐，不在于你是不是成功，而是在于你高兴不高兴，有没有如鱼得水的那种感觉。这都是很美的，它充满了沧桑之感。一个了不起的作家，他可以从这些细节，你看，写了一篇散文。你看这些东西，某年某月，黄锦江的小孩是吧？7岁左右，他飞快地从外面跑进来，脑袋一下撞在这个上面，是吧？还有他的血迹，他妈妈帮他包了一下好掉了，但是这个血迹会留在这里。另一年，老公和太太吵了一架，就把这个门摔开，又摔别了一块。这生活着的那种时间，是吧？哥，你看那个全新的就没有，他除了这个门的基本模式，他没有细节。现代主义他最可怕的这种同质化是吧？细节消失掉。这个同质化是不是跟机器有关系？以前的区别是人工，就是本雅明讲的，灵光完全消失了，没有手工了。你一看就他们都是一样的，你马上感到乏味，接着你感到空虚，然后你想死，就那么简单，就想死。为什么现在得抑郁症的人太多？因为什么事情都被技术帮你做完了，你就无所事事，度日如年。你的手闲着，只有玩一个手机，你就每天闷闷不乐。我去印度去了2次，以中国今天的这个标准来看，那完全是个脏乱差的社会。但是印度太好玩了，印度每天你都有很多事可以做。你在做各种小事、各种细节、动手的过程里面，时间就过去了，你永远不会度日如年。那是不是有矛盾呢？那种脏乱差，你觉得那种生活，没有矛盾。我们坐在车上，哎呀，你要小姐，司机停车下去嘛。我说厕所在哪里？一看，他指着墙根，一看一排男人就在那个墙根坐着，小姐，那是世界观的问题。就人和大地的关系不一样，但是那样的生活，它会利于病毒的传播呀。那没有病毒，怎么是世界呢？就像没有白天，没有黑夜，没有病毒，那不是在冰箱里面生活吗？那就你怕死吗？我当然怕，因为我们看见的死亡太恐怖、太丑陋了，对不对？都是在一个医院里面。你像黄锦他们这种人是吧，
他用一生的勤劳奋斗、聪明和智慧，他建造了这么一个四合院。这个里面全是他喜欢的花鸟虫鱼，是吧？是他的书房，是他买来的书，是他的各种古董。他可以在这里死，四合院就是建立了一个让你死的地方。你到老了还在三平房里面，而且还是三个星期才搬进来的，但是你就要死了，你怎么会安心呢？你就艺术使我不怕死，赵无极说的。那么你不是艺术家，你是平常的人怎么样？你把你的家建成一个可以死的地方，你就不会怕死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在路上的时代，搬家成为时髦，人们渴望着搬新家，再搬新家，搬到更大的家。房子是否增值，比是否可以定居、传宗接代更重要。整个社会都在为此奋斗，所以房地产业非常火爆。在那些新城里，淤雅为最高标准的一亿式的居所已经被拆掉，但在建水，热衷搬新家的人不多，他们愿意住在老家，哪怕与这个时代电梯水泥组成的新家比起来，土木结构的建水老家未免落后纰漏。建水人说不出不愿意搬家的道理，只是说好在。好喝好礼好藏，本节目由白茶新高度龙和牡丹王赞助播出。你每次来建水都要到临安饭店吃饭，这里有很多东西明朝传下来就没有改变过，蔬菜、水锦，还有很多食物都是古老的食物。到了，烧麦了一下，30个，起锅鸡嘞。你是找的米打饭？米打饭，对，米打饭找的。那个太好吃，菜的，菜的太新鲜了。哦，烧豆腐。这是炒鸭。过了电梯就吃不着，生活就是写作，这是不能分开的。生活为你提供细节，是吧？你看中国那些写得好的人，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，你看他写得多好，他红烧肉他也做得很好。米芾送给他一春天，是吧？那个笋钻在一个小的那个竹篓里面，用这个粽叶包着，上面还有一个便签，便签上面写的这个笋要怎么吃，你要怎么洗，洗完怎么蒸，味道就是美。你可以说不美的食物是不能吃的，因为那你和一个野兽、一个猴子吃包谷有什么区别，是吧？哎，一盘这个宋代传下来的烧麦放在一个青花瓷盘里面，它就不是普通的烧麦，意味着对大地的尊重，对劳动的尊重，对食物的歌唱。
还有人从这里过个。以前就有这个桥，这个桥里面美丽在大地中间，保育着周围的村庄田野。我有一段我是把电脑放在这个台子上，在这里写的，直接面对着田野写作，现场描述，就写这座桥。这个和乔伊斯写那个都柏林那个河，直接用减持器量那个河有多长，我写就这么写，这不有几步？对不对？你要量。用脚写作是吧？可以这么说。我很年轻的时候，就那时候很多书都看不到。那么我的朋友就秘密的带了这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中文版。我那时候我才发现，哎，这西方人的写作是这么写，东西长多少，是吧？南北宽多少，都写得一清二楚。你看好多人在这里烧香来求祈是吧？它不仅仅是一个桥，它就是一个神庙。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神灵的身上，通过艺术创造的一个神灵，美是它的第一位的。这个桥多美，这些都是无用的嘛。如果你使用现代主义的条件的里，那个奇丑无比的那个桥就仅仅只是汽车开过去，人走过去，就完全实用那个桥，就毫无诗意那个桥。你会在那个桥上站在那里超过十分钟吗？那你是不是有病？但这个桥我来了好多次，我在落日的时候来，在黎明的时候，今天又在这个大冷天冬天的时候来，我还是觉得很美。站在这里，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，不是一个高铁，它是一个神灵。每天劳动的人走过去，他看见这个桥是吧，他内心就有一种被保护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代表的是永恒。从过去到今天，这是可以穿越时间的。人们建造了美轮美奂的建水厂，然后时间再次见到它，磨损它，考验它。如果当初不是为了传宗接代、地久天长，讨得神灵的欢喜庇护，它就不会美，不会起包浆，熬不过时间，早就灰飞烟灭了。不会起包浆的东西，因为不美，时间不会珍惜。在文明史上，丑总是素史，只有美留下来。文庙你是第几次来？哎呀，来的太多了。这个是全国最大的孔庙，偌大的一个文庙里头没有一个游人，就根本没有人来拜一拜孔子。他们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。孔子实际上是个非常好玩的人，嗯，他和耶稣这些人是一样的，赤脚的走在大地上，领着鞋身在春天的山岗中漫游。一个文明没有这种最高价值肯定，它必然是那种肤浅的、黑暗的东西。宋代的皇帝自己写诗，写好了要请伟大的诗人来帮他看看写的怎么样，皇帝就派人去家请那个诗。这位伟大的诗人还说：“我最近身体不好，过两个月再来。”牛逼啊！那你是不是有点失落？在这个时代，那今天。昆明来了那么多市委书记，从来没人来拜访过一届。
后来被人来征求过你的意见。结果这个南顺子同志来了。哦，这是正门，这是文庙的正门。朱寺渊源，他就是一夫文哉，深邃伟大的文啊。中国文化它是一种以文来领导生命的文明，以文照亮生命的动物性的黑暗，这就是文明。这个文我可以理解成文字吗？做菜做得好算不算文？文这个概念你狭义的讲它指的就是文字，你广义的讲它就是诗，是吧？做菜做得好必须这个厨师他要有一种诗性的东西，那诗性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不确定，对不确定的尊重。做菜做得好是玩什么你知道吗？玩少许，少许的盐，少许的酱油，少许的辣椒。那么这个厨师的那个手是一只巫师的手，这个厨师撒下去的盐和那个厨师撒下去的不一样，但是这一家的就门庭若市，那边就门庭冷落车马稀。美国的一个报道说，奥巴马参观一个麦当劳的店，亲自做了一个三明治，一片维生素，一片脂肪，两片这个碳水化合物，这就这他们这个，他没有少许这个东西。中国什么都是玩少许的，少许在另外一个意思实际上就是不确定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西方文化是确定的？科学200年来都在追求确定性，那这次疫情就是不确定重新回来，全世界都发现我们依然生活在不确定之中。这个是以前是可以摸的，你看他那个脸都摸了挖下去了。那本来孔子的头上有一个包嘛，是吧？孔丘，孔丘嘛。哦。他生下来，他这里就拱着一坨。你看这个就是个老师的样子嘛，他稍微微笑着一点，那几个学生都闭着眼睛听他弹琴。你现在他们这一代的老师，你们有谁的老师弹过琴给你听？没有啊，一直叫我补习啊，一直给我做习题啊。孔子本来是非常鲜活的，他是个大力士，身高以今天的来讲可能他有1.9米。以前天黑就那么大的那木柱子把那个门关起来，那个关很重的，要2-3-4个人才抬得动，孔子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门关拉开抬起来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伟大的人。但是呢，在宋代理学之后，你看这种文字就把孔子完全概念化了，抽象化了，就孔子成了一个没有身体的人，是吧？所以大家不喜欢孔子，就觉得他只是一个严肃的，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偶像，是吧？他被封圣以后就没有不食人间烟火。大哉先生。他的这个石刻都是一流的，一粥探碗，这就是最好的生活境界。在文庙里相当于盖了一部空间中的圣经，你来这里你就看见最好的艺术，最好的雕工做工都在文庙里面。
你可以通过这个，你学习到你要怎么做人，怎么生活。迈过石头门槛，以为就会抵达某种最高者、终结者，像大教堂里面对耶稣的塑像面前那样，却看见大殿中间坐着一位笑眯眯的老爷爷，温温恐怖。他不是神，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、长者。文庙与教堂不同，教堂崇高，追求无限，文庙朝向深处，最后深入浅求，追求在世。街老广几条街，这条街叫扎金街。嗯嗯，你到建水这个地方也是必须要来的吗？那只要是星期六我必须要来嘛。看这里就知道建水是和依然是一个和大地有关系的城市。这个做茶盘很好，反正卤铁可以嘛，这个我老是摆花盆可以的嘛。那煮也可以，摆花盆也可以，给你跑水，这已经跑了不远。那这里卖这些东西跟大地有什么关系？那都是来自传统，大地就是我们的传统。我们今天这种现代化，把大地变成一个对象，开发的对象，变成一个银行，变成一个提款机，就隔断了和大地的那种古老的生命的那种关系。所以你看这个集市古董、蔬菜、粮食、狗，它可以在一起卖。它不是像今天这个超级市场是吧？把所有的都垄断掉，只有你一个人有饭是吧？那古代建水不是这个，我编篮子的我就编篮子，你做豆腐你就做豆腐，是吧？这个集市12点左右就没有人了，他就收摊了，他就要去玩去打牌去抽烟是吧？他去玩，他为什么不做呢？知足常乐是吧？喂喂喂，时光如何被错过？孤独的一周，你是否会想起我？这种感觉，往后日子不咋才有，必然这份情。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。那些人的生命是他自己选择的，那我的选择和他们差不多。你不要看着我穿着毛呢大衣走来走去这个样子。我选择写诗，我写了40年。那写诗在这个时代是个穷途末路，那你早死啊！一首诗的稿费20几块、40几块，你不饿死，对不对？但为什么我写了40年？我今天还在写，为什么？我有存在感。我只有在写作这件事情里面，我才感觉到我已经作为一个人的我自己喜欢的存在。本来过去存在感是非常丰富的，写诗有存在感，画画有存在感，种地有存在感，是吧？都会受到尊重。今天只有一种存在感，就是购物。所以有一天我在街上走，
然后呢，忽然一辆这个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一刹停下来，哦，他是从前过去和我在一个工厂工作的同事，40年前嘛，是很牛的。我跟你说，开个出租车不得了。他窗子摇下来问了一句：“你在那呀？还在歇屎干？”他说：“我说死了嘛。”他嘿嘿的笑笑，开着车走。那种笑容就是这个傻逼疼。你看，这是我今早上起来写的一首《万物跟着光醒来》，大海、群山、鸟儿，那些石头、沙子，他们不是同时醒来？光造出一日的秩序，屋子先亮了，然后是一棵年轻的桉树。我在黑暗中醒来，有时是4点，有时是半夜。我决定我的作息时间，但我想成为那只在晨光中起飞的乌鸦。琢磨如何才能充满牢记但还诗意的袭击，是中国人持续数千年的功课。可以说，在中国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是生活家，琢磨筑基，琢磨家具，琢磨烹调，琢磨茶道，琢磨花鸟虫蚁。中国人总是在万事万物上施法造化，格物致知，返璞归真，琢磨如何活泼泼的在世。李师，他院子太深了，已经听不见。李师，嗯，啊，印象当中是感觉碱水不会像那么冷样的。对，明州还干嘛？哎呦，这边有很多花草是热带花草，太可惜了嘛，很有可能冻死的，是吧？多了点干。这个是他的作品集，你看这个前言是我写的，老虎练给他们听。李志伟世居临安静庐，自幼习艺，诗书画陶俱专。李志伟之文章，抒故乡之心，壮风景美事。他就典型的中国文人。文人他做饭也做得很好，烹调。然后呢，为人非常的地道，左邻右舍都喜欢他。他的座右铭就写在他的门上，善与人同。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善，只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善。李老师不怎么跟我讲话，我觉得他是在对抗我的这种生活。李老师平时也不太爱说，不是跟你。生活是最伟大的，其他都废话。真正的那种人生的哲学是生活告诉你的，不是说是你读书什么读哲学什么，你就不是了。日常生活就是一种神性的生活。
对，来客人了，有朋自远方来。这是我的朋友老马，牛马的马，我们认识了20年了。那么明天请我们吃个饭。一言为定。从来没做过。你们是远方的客人，他就是近处。他不知道你有厨艺。有的东西不能再让他知道了，不然又要被他黑。什么不中听，什么不中看，他就什么不中写，他就是写那种。昏他已经。2个半小时以后就可以美餐美味。多长时间了？现在侧火要小火，现在开始小火。哦，还有讲究的，先大火。对，大火。啪啪啪啪啪啪，小火。嗯，要注意急骤，要吸食吸食。这个就像人生的这种呼吸，叫出进出进。只有出没有进，或者只有进没有出，那人就死掉了。你是我见过的生活哲学家之一，太懂得生活了。他们。老马是云南艺术学院专业画画出身的，后来他开始做古建的改造，包括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院子都是他做的。他会告诉你，在这里种一棵树，在这里摆一块石头，在这里挂一幅画，出来之后你就觉得美轮美奂。稍有怠慢他就红。这个是我考放在前面，一般来说，外边的专业的人的考，他就不需要那么久。人生的很多时间特别无聊，又不会做什么伟大的事，只能做这种很麻烦的事，这也好玩。问他的，反一个方式来想就好玩。酥的趴的。待会儿还有腊肉面吗？美好吧，高朋满座是吧？人生的意义就在此刻。你劳作，昨天晚上编片子编到深夜3点，然后还惴惴不安，没有睡着。你看今天脸色也不好。但是，最后来，在这个晚餐的时候，有那么多。好朋友坐在一起，美食是吗？人生足矣。饭后你又可以开动马达，明天再次投入辛勤的劳动。他鼓励你，然后你的生命就永远处于一个有意义的当中，你绝不会无聊空虚，走完你的一生。朋友是最后的故乡，为什么喜欢到建水来？老马住在这里，李志伟住在这里。通过拜访朋友，往事一幕一幕的重现，因为他为你保存着那些记忆。通过朋友追忆逝水年华，那些东西是无法被拆迁的。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拆掉，但是他没法把朋友内心深处的故乡拆掉嘛，所以我认为朋友是最后的故乡。好喝好礼好藏，本节目由白茶新高度龙和牡丹王赞助播出。建水好像还有专门的送水的。有啊，送水的人他每天看着那些人充满信任的样子，他内心他会感到喜悦。他送来的不是一般的水，是大地之水。井水是永信，这是祖传的信，每个建水人都收到过这封信。你的热爱正